我的衣服很贵的吗？嗯，有了，发现了。我就想真心的推的稍微薄一点。这耳朵还放那哭了。现在就别动了，我帮你修的，肯定没问题。
你就甭干了。那么我再弄个刀皮管，嗯，好吧。Thank you.
下，别低下来了。手放。然后你同学说：“哎呦，他在外面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啊？”你一个人在这笑得这么……看到我这个长得不干净，随便长吧。他说你留的蛮长的，他讲的。哦，那么长的头发真美。这个发型都不剪了。嗯。我现在就可以平衡点了。很简单，你为啥说的咁肯定啊？因为侬比短啊。我比也短。别动啊！从抬起来，从地下去，对的，就这样，不许动。你是奥特曼 style， 侬是什么 style？吓得我自己，不是打到我，打到我，好气了。按照我去给你拍的，你不要吃点饭。不许动，你动一下，我这个就往里面再铲进去两毫米。后面倒是无所谓，主要是前面。好，那后面。后面高一点。不要。不许动，叫他低下头来跟你讲话，你别抬起头来跟他讲话。他好像又像水果人学剪样子。我为什么要剪头发？这家伙，你怎么讲你都不理了哈，再别动你还动。我在想我的头发的问题。你再决定的。
而且这里也买不到这把吹风，从日本带过来的。但你发现这个后面更好。我们买比较便宜，100多块。100多吗？这种国产的是吧？对。他因为这个东西不懂，知道吗？他说他一件贵的嘛，对吧？不过贵的也寿命长一点，所以用了很久了哈。对。刀头没换过啊？没有换过，换一下很贵的。那挺好的。这个刀头很贵的。没有。那他估计饿。这发型有没有人剪过呀？多。那多了，我们就跟别人一样了吗？有些不一样啊，不一定说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说这个对谁。好了吧？还没有，还有把后面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
炸的再给它稍微修整齐一点就可以。皮肤蛮白的哦，你看白白的。这么粗？嗯，就跟上次的纹饰一样的，推子要惨叫了。不会的，你放心吧。我要剪掉它。嗯？比我妈他们那个手粗。不会的。只是把那些不平。